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好，各位佛友，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呢说白话佛法啊，白话佛法。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要懂得啊，心情是人的一种啊感觉，有的时候心情好了你感觉就好了，心情不好了感觉就不好了。但是要记住，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生命啊，但是呢它有时候呢心情呢却能控制你人生的啊大半的生命。所以心情好有的时候什么都好，心情不好你的心就乱了，不要让你的人生啊输给了你的心情。所以一个人有学佛精进智慧的人啊，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啊，而是啊输给了自己的心情。所以不要用坏心情来贬低了我们自己学佛人的人格和他的形象啊。有的时候你心情不好让别人看到你的能力不足啊，因为会降低我们的能力，会扰乱了我们的思维，从而最后输给了自己啊。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学佛的人，他能够控制好自己的心情，能够处处明白我今天所处的环境和位置应该说什么话，我今天的心情不好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，当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，这样你就能控制好自己的感觉，生活才会处处的显示出祥和啊。生活本来不苦，苦的是我们人生的欲望太多啊。你看看我们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，后天我们又需要这个又需要那个，心本来不累的，累的是我们放不下的东西太多太多。所以我们人生本来不苦，苦的是我们的心，苦的是我们对人间物欲的一种追求啊。所以人生就是欲望和所求的不断的增加和减少的一个过程。你如果对人间的欲望增加越多，你烦恼越多，痛苦越多。如果你对人间的欲望慢慢的学会放下，那么你慢慢的就会领悟到生命的真谛。因为这个世界的真谛就是苦空无常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受了很多的苦，然后我们最后走的时候得到的一切都是空的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最后我们又以一生的无常来总结自己，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，没有一句话是长久的，没有一个思维能够长久，和没有一个行为你能够永远的拥有它。所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基本上都不能拥有，
所以对生命的深层次的意义，就是让我们懂得苦空无常的真谛。我们要学会放下，我们要学会放弃和回归。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非常的可爱，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什么都是啊，叔叔阿姨先吃，哥哥姐姐先吃，这个我不要，姐姐拿，哥哥拿。而现在越长越大了，我们变得什么都要，我们变得什么都要跟人家抢，跟人家夺，跟人家争，哪怕一句话我也要跟人家争。这就是我们人生因为忘记了我们的本性和本来的面目，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回归本性，放弃我们人生的欲望。其实放弃欲望就是放弃自己一生的烦躁和贪心，回归你自然的本性，回归你内心的安宁啊，安宁。所以啊，怎么样来回归呢？首先要治愈你的贪嗔痴啊，贪嗔痴要治愈。不但要做善事啊，因为人如果不做善事，时间长了他就会做坏事。所以人生必须学会做善事，不但要做善事，而且要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佛性的互动。佛性的互动就是在有理智和为别人所想的基础上啊，有大爱有慈悲心的基础上和别人产生互动，这样你就会见证佛性啊。所以人生要学会见证佛性，就要管好自己的身口意。你今天想做佛，你嘴巴管得住管不住？你今天意念干净不干净？你意念不干净，你成不了佛，做不了菩萨。你的行为出来代表你的人格，代表你的啊，这个我们说啊，高贵和啊低级。所以讲出来的话，一个动作让别人看得起你，或者别人看不起你。所以佛法就是让自己学会慢慢的定下来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定，把自己的心定下来啊。所以要懂得，你弘法的人就会得到妙法，今天去帮助了别人，你会拥有菩萨的妙法在你心中啊。因为能够帮助别人的人，他心中一定有妙法。所以用善巧的方法去救度众生啊，帮助别人啊，尤其在别人痛苦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更要学会帮助别人。所以学佛度众啊，首先要学会自己认识善恶，认识自己，你今天的心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。你今天如果是善心，你大大的去做很多很多的善事善良。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，想的都是恶事，那你不能去做任何事情。所以对内讲，身体啊非常重要，对自己的身体内部来讲，要保持身体的健康。对自己学佛人来讲，外部要保持自己精神的健康啊。所以身体的气场平衡，我们说平顺。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今天呢特别开心，气很顺很开心啊，就是啊不能有嗔心。记住了，没有嗔心的人气就会顺，就会有爱出现。你的气场一顺畅，你烦恼就不会产生，
你今天有妙法度众，你的烦恼就离你而去。所以要照见五蕴皆空，不要把人的思维啊阻碍了你的内心的佛性，全部照见，要看到它，要去除它，要透视它，要越过它。比方说今天你想做件好事，你想我没时间呢，没关系，只要学观世音菩萨做好事，我越过时间。今天说我去帮邻居了，说不定家里还有其他人不喜欢邻居的要骂你了，你想到我要帮助别人，因为我是学佛之人，那么你把周围的这种杂念，把心里的杂念全部去除，照见就是要照过透过它，照见五蕴即空啊，让自己身上的佛菩萨的光和啊能量要相融合，和自己的为人相融合，你这样才能坚定道心。所以人家说做一件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，而且要不能做坏事啊。所以弘法要懂得，我坚持精进的努力，我一定会得到多助啊！别人都会帮助你，你在学佛，别人会支持你，别人会看得起你，别人会尊重你，你就有贵人相助。所以要在自行的弘法中啊，增加福德。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说，学佛的人要有福气的，没有福气的人学不到佛的。很多人天天还在吃喝玩乐，在浪费的时间，他们怎么有这个福气听到佛法呢？他们有苦恼的时候，他们没办法。就像很多年轻人在谈恋爱当中痛苦了，他们只能到网吧啦，在自己的网上了，来消磨时间，来减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痛苦。所以这些就是他们的福德还不够。所以福怎么来的？帮助别人，广结善缘，就有福气。德是怎么来的？尊重别人，不撒谎，好好的和别人交朋友，好好的为众生服务，能够帮助别人，你就会有道德。这些都是属于学佛人啊，无私的那种，无形的那种助缘力。这些没有形状的、看不见的那些助缘帮助你的力量。所以你去看一个学佛的人，会得到很多人对他的帮助啊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有很多人呢啊，就没有这方面的帮助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只知道自己，只知道自己自私，根本从来不想到要去帮助别人。所以一切都是你的心造成的，你今天能够用心去帮助别人，你就是个善良的人。你每一天帮助别人一点，365天你就有365个光亮点和你的善良点，你就是一个善良的人。如果你今天做一点点坏事，累积成恶呀，你就是个恶人，你的心怎么会干净？所以我们修心的人要修成干净，这样才能啊，这个对外面的这个邪思邪见和不如法不如理的事情，不能到你心里来控制你，你才心中才会干净。